2017新赛季由于暴君路和主宰路的改动，从职业对抗成为可能，上单无需再扛压，而是可以在线上一对一单挑，施展空间更大。在这样的新环境下，想要更容易赢得胜利，选择对线强势的上单至关重要。那么 SE7 将会有哪些战士英雄大放异彩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。芈月这个英雄不仅上限高，英雄下限也不错，最主要是芈月变态的边路吸血速度让大部分近战边路都头疼，基本毫无克星，留不住，打不死，还很伤，唯一能稍微抗衡的狂铁也即将被削，芈月更是无法克制，一旦滚雪球优势打出，边路爆炸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抗压能力强的吕布对线大部分战士即便没有优势也很难被单杀，并且由于吕布攻击范围远还有真伤的关系，在线上克制大部分战坦边，真伤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笑，并且在操作上吕布非常适合手残党，除了几个紧要关头团战的大闪要练好是十分简单的，可以说是对抗路必备的常用上单。老夫子1v1单挑能力无人能敌，无论是前期还是中后期，尤其是能滚起雪球的老夫子更是如此。新版本辅助去对抗路参与上辅对抗的很少，还是跟野中跟玩法，也就是说现在上下两个边路都是1v1对抗，老夫子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，谁让单挑无敌呢？现在的体验只有一个，老夫子真强。